掌声欢迎他们。今晚得奖的企业或个人，在业界和相关的领域表现优异。南洋商报经历风雨，直到今年迎来创刊100周年纪念，这份坚持并不容易。飞鸿奖开创辉煌，缔造奇迹，商企相携，共商共赢。以商养人，创办实力，每段历史都。